好，中英兄弟这边更换了牛棚投手，看到蔡吉哲的登板。那今年出赛了23场，有5次的中继成功，投了25局，被敲出24支的安打，其中包含2支的全垒打。嗯，面对张振宇，这个变化，两个好球没有坏球。对。哇，这一球拉掉，守不起啊！是，前挥又怕这个是坏球，放过去稍微。这一球打得蛮强劲的，不过许基宏的手背相当。刘基宏，同样的，哇，要看那个关门的投手了，是坏球啊。结果来到右半边，看詹子。